新闻先生先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。有30栋历史的嘉义市肉品市场，向农委会争取因应贸易开放市场产业全面转型升级计划，完善升级冷链、物资、环保以及多载设备，总经费大约1,600,000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五号到嘉义市肉品市场视察，当场应允将由中央专业补助，毋但是建设硬体，包括营运动线、环保问题，拢一处解决。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五号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、嘉义市长吴敏辉、特委王美惠和温玉霞的陪同之下，到嘉义市肉品市场，先听取到农委会负责嘉义市肉品市场现代化办理进行的简报，随后视察到肉品市场的设施，对着嘉义市肉品市场现代化的设施所需要的经费1,600,000，当场答应由中央增加补助。我是认为嘉义市有这个需要。咱中央全额补助了。环保问题啊，留个后边，未做一届啦，未做一届啊，所以连相关都给他设计好，甚至于借由这个老屋更新各种方面，那也是华建南家里去给个补助款。对着苏贞昌大方答应增加补助嘉义市肉品市场 SP 提升，立委王美惠而了苏贞昌是上届接地气的行政院院长，更希望透过协助肉品市场设备太古改革，将硬体提升到国际外销的标准，和嘉义市加做是台湾第外销国际的重要基地。拜托院长讲，咱嘉义市的肉品市场要安怎处理，会当较紧搁较好。也要请院长讲，会当来家己看这个现状是要安怎处理，会当吼家己饲这个肉品市场，会当带领分家人，搁行去到国际上的猪肉，台湾人的猪肉，互人比这个大块无。啊，当然啦，咱注意讲吼，咱印象伫遮吼，我想因两个人点头吼，咱都有希望啊啦，所以伫遮吼，拜托院长。肉品市场，我们真的很需要冷链系统，很需要改进。所以说，一定要赶快支持一下。嘉义市是你的主意，一定要支持。甚至嘉义县嘛是同款啦，因为这个冷链市场吼，不是干那嘉义市要用，而是服务。今日头拄啊讲哦，哦，咱的彰化县、云林县、台南市嘛，拢会去用到。北阿平镇一定苏贞昌南下机会，嘉义市长吴敏辉嘛特别向苏贞昌表达，请中央全力支持嘉义市，包括文化、交通和社区基础在内的各项发展。院长也不断地提示，整个冷链还有环保，这都是要一次到位。我想肉品市场这边所做的事情，市政府也会全力来支援、来支持，然后把它做好。我们期望有一个更好的更好的设备，能够提供给消费者最好的选择。不过在这里，我真的还是要谢谢王美惠王委员他的用心，温玉霞温委员今天也特别真的嘉义的女儿回来。我想每一个都是嘉义人，那议会呢，我们的议员大力的支持，让我们觉得携手合作团结，这次真的很重要。那接下来我们要配合消费券，配合消费金，我们共同努力让产业转型，产业升级。面对着嘉义市长吴敏辉所讲的，包括文化交通的相关规划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当场只是着必须先行了解，伊强调希望每一个县市都会当向上提升，补助绝对袂分党派，而且每一个县市都爱认真配合，才有法度团结做伙为台湾来做代志。最新新闻，就丁松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